各位，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的那个校务会议的代表陈令芳，我做校务会议的委员，已经做了好几届了。那么我们很高兴在2个月以前，监察院纠正了教育部，因为发现有过去有很多年来有51个案子都到监察院去申诉。然后他们经过调查，花了很大半年的时间调查，发现高一董事会做了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而且是违法的事情。那么一个案件一个案件的那个在纠正公文中间提出来，那他纠正为什么是纠正教育部呢？因为教育部是管所有公私立大学的一个主管机单位，而过去发生那么多事情的时候，教育部不是没有管，但是他是只用一个一般的管理方式，他并没有去把这个整个的高一董事会的问题放在一个社会脉络或者是一个历史脉络中间去看，所以监察院纠正教育部，他纠正什么东西呢？他就指出说，教育部在处理高雄医学大学董事会的非法作为的时候，都没有站在教育部最高管理主管的机关的立场，提供一个明确的指示，没有明确的指示的意思，就说只是偶然就是撮合撮合，跟大家摸摸头，说哎呀你各让一步这种东西，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造成了师生权益的损失。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监察院要纠正教育部，那这个纠正文非常长。总共很多页，总共把51个案件，这些相关的案件全部细细密密的写出来。我们在这边没有时间跟大家报告，但是作为一个校务会议的代表，好，委员，我在会议中间深深感受到董事会的违法，以及非常的对我们学校非常的不支持、不疼爱。他没有捐钱不说了，但还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学校有很大很大的损失。好，我先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那个开完会，一些校务会的决定需要送到董事会去做一个比如说有些是监督啦，或者是审议看一看啦什么的。但是董事会往往在开会的时候，他往往没有征询校方，直接就通知学校说哦。我们要来审议什么案子哈，然后在审议、在讨论的时候，而且校方人员都要被要求离职离席，不能够参与他们的讨论。也就是说，校方人员有点像是董事会的家臣，大家去把事情报告完就走人，然后由他们关起房门来自己讨论。讨论完了之后就通过一个决议，而且都是通过之后1、2个礼拜，我们才看到。校方才能看到董事会的一个会议记录，基本上是认为我们的校方人员，包括我们的校务会议的任何决议，在董事会的眼中根本就是由他们来决定。这个其实是违反了私校法。私校法是说董事会只是做监督的职能，董事会不能去管理我们的人力的支配，那是校长，所以校长是行政的一个像是 manager 管理。那他呢，必须要做很多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个大方向有问题，董事会可以略微提一提他们的意见，但不是由董事会来做主。而过去的董事会管理涉及到我们的很多人事的这个任命，特别是金鸡母的医院们附属医院的院长们都以前都是。